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在今天，爱的二八定律终于官宣定档了，将于10月13日在腾讯迎来首播，而且是连更六天哦。这部剧之前多次传出过开播消息，不过直到今天终于得到官方的认证，相信会让很多剧迷们感到雀跃不已吧。这部剧是由杨幂、徐凯领衔主演的，剧情上是一部高甜姐弟恋，霸气御姐搭配帅气宅男还蛮有看点的。讲述了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律师秦诗，终于如愿进入了业界顶尖的程宇慧律师事务所，成为了一名家庭律师，却在一次与合作方的聚会上意外得知，原来这个职位必须是已婚，而当初猎头为了拿下这份工作，直接把单身的秦诗改成了已婚。而另一边一直被父母频频催婚的宅男杨华，因不堪相亲的压力，阴差阳错与秦诗一拍即合，两人直接领证结婚，成为了一对特殊夫妻。本是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的两人，却在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动了真心。该剧定档10月13日在腾讯首播。